是前所未见呢。海巡署的查缉队人员他们在一家中药行查缉的时候，除了找到了熊胆、虎鞭这些珍稀的宝玉类中药材之外，更让他们前所未见的居然看到这整颗的犀牛头，他们真的吓坏了。据说光这个头价值就有千万元。很多中药行的这个行家表示，像这样子的犀牛角一公克就要上万元的价值。不过在这边要告诉大家，这是违法的。